是我们中建港文明办跟志愿者协会推出的一个志愿服务的领域的自主兑换机，达到的一定的服务时间以后呢，可以就是兑换一定的志愿者的领域。现在在我们张家港友爱港城网上的注册志愿者团队，超过了1000个，志愿者的人数超过了10万。我是1978年1月1号到江沙省出任局势工作的政委书记，没有实业，没有工厂，一定要合作的，合作的人，只要再加上谁啊，两边人啊，要倒过来让一让的。到了1988年左右，深圳市委总经的总经上说，这个差不多了，并不，但下次都五个进退到第六年。